设置多张工程图，我们可以在一个工程图文件当中设置多个工程图。那么我们设置就是点击图纸，右键单击选择添加图纸，添加图纸之后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图纸模板，单击确定。那么你看，我们就新加的图纸将自动生成出来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在一个工程图文件中，我们就可以生成多张工程图，是吧？一个模型文件中，一个模型的工程图文件中可以生成多个工程图。这样你看，有时候我们在加工的时候，不同的工序图可以这么来做，是吧？这个不同部分的这个表示可以这么来做。